大家好 Chris， 今日一瞓醒啊，有个听众掉咗单新闻俾我睇啦，啲其他嘢嘅施永青啊，讲下世界变得比以前复杂，社会有恶势力唱衰楼市啊，政府不可以设立后袖手旁观，而推出新政策巩固辣椒效果。喂，如果佢讲嘅属实，有人恶意唱衰咧，即系我觉得咧，佢又犯咗23条啦，有机会啦。我冇理解錯誤啊！嗰啲叫咩煽動仇恨啊嘛，係嘛？有即係佢唱衰喎，令到樓市跌喎，係嘛？咁啊，好多人咪有仇恨啊嘛，好撚嬲咯，好撚嬲，係咪犯咗呢個23條咧？哇！咁啊，真係要諗下喎，邊撚個唱衰喎？真係喎，真係講真，所以我成日都唱好，我唔敢唱衰，我真係驚喎，大佬。所以咧，真係，大家要諗下，而家究竟咧？個樓市應該點走啦？因為好值得，我淨係講噶啦，講講今日論文啦。喺講今日論文，講多一兩單有爭議性嘅嘢啦，真係都幾有爭議性嘅嘢。就講玩放煙花嚇，咁啊有大即係我哋嘅偉大祖國講講呢啲咁嘅嘢，嗰啲同胞嘅嗱同唔同意咧？唔緊要嘅，呢啲嘢唔係我講嘅，亦都唔我都證實唔到真與假，但係啲同胞咁講出嚟，咁大家又點睇咧？係嘛？你知啊，而家同胞係無敵狀態嘅。嗱，原文咧就話，我琴日群組有張咁嘅相，就話香港放煙花，就話咧整到咧好似咧，好似唔似放煙花。佢講咗個名詞啊，我唔敢講啊，大佬，我講咧驚犯法，我唔講個字啦。但係整出嚟嘅效果咧，好靚喎！嗱，你望到啦，嗱，你而家望到呢張相啦，嗱，真係好靚啊！啲煙花放到好似～中銀大樓咁高啦，你望望到啊？依個係咪依個咩大樓？我唔知啦。嗱，總之就放到好鬼高啦，屌，好靚啦！仲要一片橙色嘅，啊，係嘛？好靚啦嚇，講完啦，好壯觀啊！啊，但係坊間嘅留言唔係咁喎，坊間留言係咩咧？嗱，首先我哋睇下相先。嗱，佢又話咧，坊間嘅留言啊，嗱，依啲喺人哋掟出嚟噶啦。講乜嘢咧？就話啦。煙花呢啲係人哋嗰啲大陸嗰啲掟出嚟嘅啦，依個就影出即係對比啊！嗱，依個叫做咩啊？雜誌社啊，咁啊嗱，整出嚟嘅相係咁啦，現實就係咁啦，即係現實就得意嘅啫，嗱，現實得意嘅啫。但人哋整出嚟嘅效果咧就好多煙花喎，嗱，都唔知邊個真邊假。嗱，另一張，嗱，另一張咧就話。有咁高嘅，系啦，啲煙花咁高啦，但現場咧就你見到喺個標，即係個大廈反光得咁高嘅啫。咁即係想講咩咧？邊個真邊個假咧？我都唔知啊，你自己衡量啦。我真係唔知啊嘛，大佬，我唔喺香港住噶嘛。但係我覺得你問我嘅，我覺得絕對信香港政府啦。點會有假嘢㗎？係嘛？啊，跟住仲有一張啊，仲有一張仲得意啊，就依張啦，依張啊，嗱，依張啊，嗱，依張啊，其實有破綻嘅，我唔知你睇唔睇到啊？依張。佢就話咧，現場嘅煙花應該好似而家上面咁嘅啊！但其實你細心睇咧，你睇佢咧，嗰日揸住部相機個影咧，佢就望到一團煙啫喎。咁唔係嘅，可能真係一團煙就仲有幾處有啲煙花咧，可能真係有咧，我真係唔知啊！嗱，就咁講啦。睇到睇唔到都好咩都好啦。總之又咁講啦，我冇真與我冇我睇我唔因為我唔係香港嘛，我唔知真與假，但係。有個朋友錄音，嗱呢個錄音唔關我事啊，講到明先啦，唔好話。雖然我分享我朋友錄音啫，佢話佢有現場睇，同意都好，唔同意都好，啊大家可以指正佢，大家出嚟討論下，嗱聽聽先。我企喺個山頂度睇佢放，淨係見到煙都見唔到，乜撚嘢煙花都冇。我唔知你喺邊度揾翻嚟一張相。屌你咪个个都话依次放烟花流噶啦，屌紧晒鬼啦，边有咁稳定啊？我带个女啊喺个山顶度望啊，啊只头话睇都睇唔到，就得闲见到几下飞上嚟又得嗰几下，你唔系下下高噶。仲有啊，好多人睇得吓都走啊。不过估唔到做烟花都造假啊！我所以我咪问你啊，张相喺边度嚟咯？有鬼咁敏靓咩？烟就得。
咁大家都聽到個錄音啦。咁啊，你認為個煙花係真啊真，假啊假啦？你但係你問下 Chris 哥啊，我梗係相信呢幅相啦，因為香港政府做啲咩都靚過人嘅，呢個鼻屎都靚過我嘅。講完啦，係嘛？幾舒服啊！嗱，好好嘅嘢，好啊，好好嘅嘢咧，講出嚟令人開心同舒服嘅嚇、啊，所以咧呢粒鼻屎靚過我嘅。講完啦，係嘛？嗱、講另一樣嘢啦，唉。好多樣嘢啦，講多幾句啦。阿 Chris 哥，今日有個客同我講幾句説話，即係點講啦？講話未去過金鋪之前，嗱講幾句又唔講得耐啊。因為點解我要講呢句説講呢樣嘢？我都覺得幾重要，我先講嘅啫。佢又話啊、有啲朋友啊，開頭叫我去某笪地方睇啦，嗰笪地方要揸兩個鐘頭車啦，太遠啦，所以又冇過去啦。所以咧，佢網上揾啦，揾咗我資料啦，跟住即刻過嚟啦。跟住我就覺得好奇怪咧，因為點解我覺得奇怪咧？以我理解咧，喺英國好難做到我個科嘅，因為點解咧？我嗱、我講幾句啦，其實我都唔好想講嘅，但係呢啲行內嘅嘢咧，我其實唔好想喺大去電大電波講嘅，但係我都要講幾句啦，真係忍抵唔住頸都講幾句，因為其實如果你話逐骨傷科咧，即係鐵打啦，其實就好講嗰個配方嘅，即係嗰個鐵打粉嘅配方，鐵打粉配方喺香港啊，香港嚟計啦，100個師傅都唔知有冇90個師傅。是有個配方的，大部分有95%的師傅呢，即比例啦，即95%呢都是向藥廠買回來的，即是沒有自己配方的，其實英國沒有可能有配方的，即英國那些更加不會有配方。他說有一個地方可以看，我覺得很奇怪啦，我就根據他提供的名字上網看啦，我看完呢嚇了一跳，因為為什麼嚇了一跳呢？首先呢，他不是看鐵打的，他是看針灸的，但是呢，我看針灸都不要緊，他醫得你好沒有用，醫你不好耍浪費而已。但係咧，我睇完佢嗰個網站所有寫嘅嘢咧，首先我見唔到佢有寫佢有讀過相關學歷，完全冇。佢有冇一個 high dip 或者 high 商，我真係唔知道。我理解就好似冇啦，佢冇寫，我理解佢冇。第二樣嘢，佢亦都話佢自己有一個針灸師，但針灸師亦有個 license， 我亦都佢冇寫佢有個 license 喺度喎，咁即係無牌針灸啦。第三，佢冇聲稱佢自己有一個 practitioner， 咩叫 practitioner 咧？如果我哋真係可以合有牌啊，有牌行醫嗰啲咧，我哋會稱自己係一個 practitioner 嚟嘅，即係譬如西醫咧叫邊間叫 GP 咧叫 general practitioner， 佢一個可以行使佢權力係可以行醫嘅。咁我哋中醫咧都有 practitioner 嘅，但係要分三個，一個就針灸，一個係啦，一個就係針灸嘅 practitioner 啦，一個就推拿嘅 practitioner 啦，一個就係中藥嘅 practitioner 啦，係啦，即係你食飲落口嗰啲中藥嘅 practitioner 啦，咁。你身為一個 practitioner 就會有份專業保險咧，保障你去行醫嘅，保障你嘅客仔之餘咧，就保障你嘅。係啊，因為有啲咩事，你記住一樣嘢 ，Chris 哥，你幫襯任何一個人都好，你記住我講一句説話啫。你打官司都會輸，你去醫院做手術都會醫療有失誤。講真噶，但係高與低啊嘛。你記住一樣嘢，每一樣嘢都有個風險嘅。如果一個無牌行醫嘅人，亦都唔係一個 practitioner， 亦都冇保險 cover 嘅，你去嗰度一有啲咩事攋咗嘢，你一蚊都冇得賠。我講真嘅，即係等同於你去嗰啲醫學美容攋撚咗嘢，就算你告完佢，講告咗幾年啦，到最撚尾公司執笠都好，你都一蚊都冇得賠。講完啦，所以好多我好多聽眾都唔識依樣嘢，唔係我有好多客啊都唔知啊。我成日都同佢講，你要睇清楚嗰個人係揸乜嘢嘅 partitioner， 佢究竟係揸針灸嘅 partitioner， 定還是揸中藥嘅 partitioner， 定還是揸推拿嘅 partitioner？ 如果佢連三樣嘢冇嘅，咁當然佢一個無牌行醫。如果佢就係揸一個針灸嘅 partitioner 咧，正常嚟講都要有個 license， 即係有個叫做 license 嘅，即係我哋叫嗰啲叫牌照啦，先可以針嘅。咁係啊。如果兩樣嘢都冇嘅，咁你真係小心啲啦，係啊，真係好小心啦，真係無牌行醫啦。咁有亦都有啲人，我再講多幾句，有啲人揸住一個推拿嘅 practitioner 就話俾人聽係一個 practitioner， 又同你針灸啦，又開中藥啦，又用藥膏，乜都會嘅。但一有時，我又可以話俾你聽，你就知知啦，因為點解同中咗嗰啲美容公司冇分別，係啊，到時你就有苦自己知，塊面又爛曬，個嘴又腫曬，跟住只腳又爛曬，你我唔知你點搞。你就算告到佢間公司破產都好，佢再去走佬嘅啫，自己都係承受惡果嗰個，你都係冇著數嘅，係啊，所以我忍唔住，我先再講嘅啫，因為冇辦法，因為我
身邊太多客咧對呢樣嘢嘅認知咧唔知啊。佢話係啊，通常咧有啲人咧。我哋唔識咁樣睇嘅，問佢有冇牌啊，有乜乜物物啊，咁咧轉頭咧真係出咗事咧，真係唔知噶。咁我自己對大家講句説話，我白頭禮啦，以前嗰個啦，喺英國買層樓啊，都 check 個律師有冇牌啊 ，check 清楚佢啲證書啊，同埋佢有冇個牌啦，喺英國係咪真係有牌啦，先去走去幫襯佢啊。個律師仲問佢：你 check 完未啊？輪到我 check 你啦喎！真係要 check 㗎，你 check 佢係你本分嚟㗎，因為點解？同買樓冇分別啦咋？你俾咗百幾萬佢，一陣間公司執咗粒間嗰個假律師嚟嘅，咁點啊？你血本無歸咯，係啊！睇醫生都一樣㗎咋。如果你睇完佢之後，一有醫療事故，原來條撚樣冇牌㗎。哦，原來佢原來一個冇拍啲唇牙嘅。哦，你乜嘢都冇得賠。哦，原來佢得一個推拿嘅拍啲唇牙，又同你針灸，又同你開中藥啊。哦，你都一蚊都冇得賠。講完啦，所以你自己小心啲。係啊，同埋講清楚一樣嘢，左手邊啦，你會見到有個即係點講咧，有個評級啦。嗰、那個唔關我事噶，咁以為啊 ，Chris 哥啊，嗰、那個唔關我事嘅。嗰、那個係一個即係點講咧，某個好出名嘅，真係好出名噶。我唔講佢個名啦。一個即係做鐵打啦，啲人嘅評分啦，即係我邊家成日叫你哋睇評分咧，去 Google 咩，你睇得到嘅。嗱，依個咧係某個喺大埔好出名嘅鐵打佬啦，你當鐵打醫師啦，嗰個 Google 咩評分啦，好多人都俾一粒星佢㗎，屌鳩佢㗎。你哋邊家我要開依樣嘢啦？我今日唔係想踩人啊！我即係話俾大家聽，你去幫襯每一樣嘢之前，你真係要睇清楚有冇牌照啦，佢有冇喺官方網站寫佢讀過啲咩學歷啦，有冇認受性啦，同埋睇啲人評語，你真係睇清楚。呃你咧，因為點解咧？我無端端講依個意思咧，依個意思咧，其實咧，我有啲客話翻俾我聽嘅啫。其實我冇對佢認知唔係好高嘅，我對佢認知唔好深。但係我啲客話翻俾我聽，話佢唔掂當。咁我先走去睇佢嘅啫，唔睇又自我。睇完之後咧，我就覺得哇，原來有料到嘅，因為我嗰時住大埔嗰時咧，我都成日見到佢嘅，係啦，我唔知原來啲人俾佢咁低分嘅，我都唔知㗎其實。但係問題邊家今日同你講咧，我真係想同你講一樣嘢，你睇每一個人之前咧，你其實真可以上去 Google Map 嗰度睇一睇嗰間公司啲人俾咩評分佢。如果好多人都俾一分佢嘅咧，兩分佢咧，真係唔好去睇，因為點解咧？你會瀨嘢嘅。咁亦都有個我有個親戚啦，同我講啦，因為邊個會留意單嘢咧？因為佢搞到我親戚啊！咁我親戚問我，咁我就同佢講，我要講咗十幾分鐘啊，佢先明啊！佢話一個咁出名嘅人，有乜理由得22個評分？係啦，啲人仲要俾一分，係咪假嘅？佢問翻我係咪假？我真係咁問我喎。跟住我就同佢講，我話嗱，我要講清楚，而家我左右手邊嗰個咧，我而家指住嗰個咧，係我啲客俾我評分嚟嘅，係啊，我啲客俾我評分咧，全部係好高嘅，個個都五星嘅，係嗱，依個都係我個客嚟嘅，嗱，所以咧，我要同你講清楚，邊啲係我嘅，邊啲唔係我啊，因為係啊，邊解嗱有咁多咁低嘅評分咧，我要同你講清楚一樣嘢。因為有佢嗰啲客咧，即係我唔係唱衰你啊，嗱講清楚啊，我同佢無仇無怨噶。因為佢啲客咧，大部分都阿伯阿婆，阿伯阿婆啊唔識上網嘅，咁所以咧唔識得同佢俾評分。咁啊識睇評分嗰啲咧，未去之前咧就去 Google Map 我睇清楚有冇佢啲評分噶啦。原來見到佢一粒星嘅，嗰啲人啊唔會去噶啦。係啊，真係唔會去嘅。你估傻嘅咩？明知得一粒星嘅冇料到嘅，即係我啱啱嗰個意思。我有啲客話去嗰度醫個網球手醫咗成要醫咗十次都冇反應嘅，即係完全冇痛少咗喎，醫咗十次喎，跟住。忍不住問佢啦，喂，乜乜意思？喂，我應該要醫多幾多次，應該先開始冇咁痛啊？網球手搞得掂啊？佢話：我都要醫半年嘅喎、哦。跟住我烏咗嘴啊！我話嚇醫半年唔係啊嘛？跟住咧佢就串鳩佢喎。啊，依度唔係好啱你啦。所以咧，我話客同我講咧，講完之後我都烏咗嘴，因為點解咧？阿 Chris 哥，我真係嗱，我唔係我自己賣廣告啊，我真係見到有啲咁嘅嘢，我先再講嘅咋。依、这個亦都係我聽眾，亦都係我客。依、这個第二次啊，佢都同我講話痛網球手啊，都係網球手，痛少咗八成啦。係啊，我就同佢講你執到啦。呀，Chris哥交足功課俾你啊，係啊，講真嘅。因為邊間我會同你講咧？嗱，我真係同你想，我真心同大家講，你幫襯邊一個都唔緊要嘅，就麻煩大家
你去幫襯每一個人之前，你 check 一 check 嗰個人，尤其是喺英國，佢係咪一個 partitioner 有冇牌先？佢一個中藥嘅 partitioner 定還是針灸嘅 partitioner 定推拿嘅 partitioner？你問清楚佢係啦，有 partitioner 你先有保障嘅，因為佢有份專業保險佔住嘅。如果冇嘅咧，什麼都不是嘅咧，一有事咧你就自己一副都係噶啦。我講真嘅，唔係我哋講笑嘅，係啊啊，所以咧你哋同埋你哋最緊要去 Google Map 嗰度睇嗰啲人評分，因為你記住一樣嘢，評分永遠冇呃人嘅，係啊，因為造假咧呃唔到人嘅，因為點解咧？你可以俾錢買 like， 可以俾錢揾人幫你打飛機做 share。但是如果好像寫到水池春那麼長那些呢，即好像 我的客人全部寫到水池春那麼長那些呢，就不會有人買回來的，你明白嗎？因為真心覺得你有料或者你幫到他呢，他才是很誠心或者很有真誠和你寫很多字就多謝你，這些全部不是打飛機的，即好像 Chris Gore 那些全部留言不是打飛機的，說真的沒人打飛機，我從來不想錢打飛機，因為我知道有實力呢就會有回報啊！講真噶，咁打飛機俾揾錢買 like 啊，揾 share 嗰啲，你見到評分啊，非常感謝，得嗰幾句啊，四句起兩句止嘅咋，係啊，嗰啲你望得到嗰啲，全部都係流嘢嚟嘅，係啦。咁講完啦，嗱，阿 Chris 哥唔想得罪任何人，我講完啦。總之喺英國，你自己望清楚任何人士，佢係咪有相關嘅牌照？如果佢冇嘅，你自己行啦，你應唔應該幫襯佢啦？我講完啦，因為我唔想得罪任何人，我亦都唔係話想唱人，係啊，因為我太多人咧唔識分呢樣嘢啊。阿 Chris 哥即係覺得，唉，又要講多次，所以冇辦法。嗱，我今日落文，阿施永青啊，啊批啊，有惡勢力唱衰本港樓市啦，唉，嗱我呀嗱，有冇咧我就唔知啦，我就知一樣嘢，係咪而家？唱衰等同於叫煽動仇恨先，如果係嘅，揾做嘢咯，係嘛？即係能夠唱衰，不能夠唱衰香港樓市，無揾做嘢咯。嗱，邊啲唱衰就拉嗰、那個。所以咧啊嗱，我就係知咧，隔離台咧阿吳山咧，我唔開佢名啊，費事一陣間人舉報佢啦。前嗰幾日咧出咗一集啊，佢話2029年或者2027年先升喎，咁算唔算唱衰咧？我真係唔知喎、啊，即係我唔知道你唱衰。一定要是咩啊嘛，係嘛？我唔識睇啊嘛。嗱，佢講咩咧？本港樓價在撤樓後出現回升嘅跡象，中原啦，呢條友有得吹啦。全面撤樓是特區政府近年明顯嘅佳績啊！哇，但呼籲當局不能掉以輕心。阿施永青有得吹啦。嗱，實際上啊，一本我勢力唱衰香港樓市咯。啊，當局啊推出啊新政策，鞏固個撤樓後嘅效果啦。又指啊，中央啊，既然容許資金去澳門賭錢，就沒有理由不容許資金來香港買樓。啊，中央如果能夠在這方面通融一下，香港樓市就不用愁啦。啊，跟住佢又講啊，施生又講啊，創辦免費報紙專欄就係話澤民要講啦，大讚當局全面撤樓是近年一項明合咩？因為一個有效明顯的佳績，哇！嗱，佳績呢樣嘢咧，大家有冇共睹嘅？就唔需要阿 Chris 哥講噶啦，因為阿 Chris 哥唔會講任何嘢嘅，唱衰犯法噶嘛，唱好啊唔使唱噶啦，人人我都唱好噶啦，所以真定假你自己諗啦。嗱，睇下啊，財政司阿陳生啦，唔同佢名啦，在當日啦宣布撤立啦，樓市下午即刻有反應，點解你唔講埋？幾個月後之後會點嘅？就係講嗰日嘅一手市場啊，就攬即倍增啦。嗱，就係講嗰日嘅咋。嗱，在文章中，阿先生又喺度講發展商設立後更多嘅新盤，連其他貨尾亦活起來啦，並會積極投地，認為啊設立不但符合中央要求香港繼續行資本主義嘅政策要求，更有助香港改善財政。咁啊嗱，先生有得講啦，設立令二手市場啊交投回升。據差響物業估價署公布三份樓價指數上升咗1%，結束咗20年持貨10個月最長嘅跌落，認為設立令香港有機會擺脱通縮。嗱，中產啊亦有機會避過一場資產大蒸發嘅洗劫。啊，再三強調啊，設立能取得成效啊，佳績啊，啊正啊！啊，咁啊，指啊，咩如待樓價跌破30%嘅界線才動手，市場嘅信心就不會容易復收啦。咁啊，總之啊，係咁賺啦。
啊，先生又提醒特區政府不能掉以輕心喎、啊。哇，政府使你提咁樣咧，你咪黐撚咗線啦、啊！啊，世界啊變得比以前更加複雜啊，當局不絕不可不要失去呢、這、一個咩敵情觀念，我唔知咩叫敵情觀念啊。他表示啊，世上存在就係一個惡勢力啊，不想向到香港欣欣向榮，邊撚個？邊撚個？邊撚個？講佢個名出嚟啊！我都一齊同你咩咩。雖然好遠，我哋都一齊豬鳩佢有冇？雖遠必豬，而希望看到呢個香港走向沒落敗嘅頹敗。我哋嗱，我一定唔會啦，我反對啫嘛。香港永不頹敗嘅啊，而反映啊正在沒落啊，莫過於香港樓價正在十級以下，邊個咁撚邪惡啊？覺得咁衰啊？嗱，跟住佢就講啦，提醒你話，蕭永清預期斥呢一個批唔想香港好嘅人。今後仍會集中火力攻擊香港樓市，例如設立效果指示一時，啊，跟住樓市很快就會回到設立前嘅疲態，啊，跟住有樓啊應該盡早賣，啊，遲賣就蝕底，啊，並叫樓行人嘅生活人寧願租樓也不要買樓，邊撚個？邊個？邊個？講清楚啲喎，先生，令市場形成一個負面互動，哇，係。只有人賣樓，沒有人買樓，唔係啊嘛，大佬，真係呢個事發生咗。嗱、啊，指出咧講啊，經濟有改善，樓市亦難以有起色。嗱、啊，認為啊，對港人重建自信啊，破壞作用。哎呀，越屌越開心啊佢。嗱、啊，阿先生又講啦，當局不可以設立後啊，袖手旁觀啊，反應不斷推出新政策。以鞏固設立的效果，仲有啲咩可以鞏固設立效果？我都想知喎，一係買樓行動。喂，得啲觀眾咧，不如話俾我聽，你覺得有啲咩政府仲可以做到啲咩可以鞏固到呢個設立嘅效果？喂，大家講出嚟啊！集思廣益啊！我真係諗唔到啦，不如一人派50萬或100萬啦，又或者攞啲強積金出嚟我嚟買樓咪得咯。啊！他再分析下，內地其實不乏來港置業嘅人，只是沒有辦法將內地嘅錢調嚟香港買樓。喂，依句嘢唔啱喎！你有冇犯咗？屌你知唔知國家機密㗎？你有冇犯法㗎？嗱，依啲係咪國家機密我唔知，但係有冇犯法？喂，但我哋偉大嘅祖國啲錢點解唔可以嚟香港先？佢有冇講過話真係唔可以嚟先？屌你真係唔好亂咁噏喎！我反對啊！嗱。施永青呢條撚嘢真係有唔撚做屌，把口話屌愛國，實際性咧，實際咧都唔知係咪嘅，講啲咁嘅嘢喎，佢即係講話咩啊？沒法將內地嘅資金調嚟香港買樓喎，屌唔係啊嘛，我哋祖國有完善嘅法規㗎，你知唔知啊？資金咧可唔可以自由出入咧？我就唔清楚啦，但係啲錢冇理由只準入唔準出嘅，我唔信，係咪啊？屌我真係嗱，我雖然冇求證，但我唔信㗎。但擔心啊，香港政府啊不敢在這個問題上向中央要求啦。他最後勸戒啊，中央政府可以用佢資金去澳門賭錢，就冇理由唔用佢資金嚟香港買樓啊。嗱，跟住話如果喺方面通融一下，香港樓就唔不愁有資金捧場啦。發石瞓撚醒未啊？你有冇睇國情啊？而家大國內啲樓價點啊？多唔多人買樓啊？你有冇？你究竟屌你？你知唔知而家人哋而家咩料啊？哎呀，我真系觉得好搞笑呢条友。哎呀，咁啦，痴痴鹅炒饭台啦，讲咗啦。嗱，今日讲咗咁多先啦，多谢大家留言、俾赞、分享啦，拜拜啦。